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众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边英雄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0800-2979-7778，现场电话0800-2979-7778。咱这个电话原小董树林啊，定清的电话0800-2979-7778。来，继续看阿宏报新闻、分析新闻、批判新闻。这个家己吼。剁到这个手啦，手掌，啊，炸爆的时阵啊，一千万，几啊千万哦，唔是干那一千万。那么台商判刑，颠倒方判刑，判刑十个月，确定啊。那这件代志是安怎？啊，来，咱来甲看内容吼。这个台商姓吴。名叫做基隆啊，吴基隆。伫个四年前投保3000万块，了后就去大陆探亲啊。根据伊伫个公公伫个大陆拄到，即去拄到的时阵啊，抢劫，吼、哦，被的时阵啊，斩掉即个手掌。那么，啊，要来申请理赔安尼啦。但是警方查出，伊是自导自演。台湾高等法院今日，以诈欺罪，那么判刑10个月已经定刑啊。
那么荷兰伫个民国100年到中国大陆去探亲，根据伊伫个讲，在福建碰到抢劫啊。那么伊个即个剁手匠遭受歹徒啊来斩断，但是两岸司法单位对查了后，发觉荷兰在案发前投保新台币3000万块，案发了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。那么保险公司查格无同款，啊来报案。那么司法单位了后查出刀伤指认是荷兰伊家己买刀的，加上案发现场采集到即个荷兰的即个血液，验出即个算讲麻药的即个成分啊。那么检察官认定讲荷兰是自导自演的，依照诈欺罪，吼、哦，啊来起诉。一审法院认为，荷兰为着诈保，伊家己将着家己的这个剁手，啊来甲斩断啊。那么依照诈欺罪，判处10个月的这个有期徒刑，会当一科罚金啊，30万块。案件上诉了后，算讲伊即个恶的阁上诉了。那么高等法院今日驳回上诉，专案定刑。啊，你该想，诈保的时阵，安尼啊，3000万块啊，伊个时阵安尼啊，家己的即个剁手匠啊，甲斩断，啊，你该想看卖啊。失去家己的这个剁手匠，坐落去，阁爱判刑10个月，啊，会当罚金30万块，你甲想看卖啊？会使讲得不偿失啊咯，啊！啊，你甲想，冇人这种的，所以吼、哦，世间人。无奇不有啦，啊！啊，即马客算讲科学时代啊，留落来血，摕去检查，发觉讲，哎呦，啊，这就是你家己的血呢。啊，当然家己的血无唔对，但是内面有麻药呢，有麻药呢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搁较奇怪个。啊！伊个孙啊，若抢劫现场，嘛无抢劫的这个现象啊，所以大陆根本查无。根据咱这边提供的这个资料，发觉讲乌险啊，算讲乌男啊，姓乌的这个啊，乌基勇。伊在台湾有保3000万块，所以甲这个是不是有关系，就去调查。结果对方伊讲无咧，无这个迹象的时阵安尼啊，阮家这边吼、哦、有甲抢劫的，其实阮这边的这个调查，伊血内面有麻药。这有可能自己沾的就对了，啊，所以孙阿娘，咱这边无相信，专门讲伊是诈捕，啊，甲起诉，哈哈，啊，伊摕袂到证据啊，什么人甲你抢的，生做什么款，对不对啦？讲袂出来，所以伊阁上诉。
最高法院哦，高等法院，那么伊这个理性的人呢，甲高等法院，结果法官都无咧甲处啊，上到伊上诉，啊甲驳回，哦，啊你个对不对？啊你家己站的，你个要上诉啥？无理由，全然驳回。判十刑，十个月，这个徒刑就是安尼。但是你会当罚金啦、啊。哦，好，讲到这结束，期待就讲这个网络，讲这個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来听一首《江边小别》，共同欣赏，再见，拜拜。晚来吧，比人来听破，三军离别啦，江风对面看。真情真爱，父母无开花，不知少年啊，热情的心肝。